你到register，把资料从register写到memory，好，然后呢，各位一定要注意哦，刚刚也有同学哈，就是register跟memory是不一样，所以 register 就是 register file 是 R1到R7 这八个 register，那所谓 memory 呢，就是我们有位置。 比如说我们16个变成了位置，所以它可以去抓 memory 从位置连连连连一直到位置第16个一，所以 register 跟 memory 是不一样的。当你要抓 register 的时候，你给的是3个bit的变别嘛，0001到1，对不对？那当你要抓 memory 的资料的话，你给的是16个 bit， 就 L7 3 了。 来讲，你给的是一个16个 bit 的位置，哦，可这是不一样，哦，他们这两块是独立的，一个是7个 register 在这边，那一个是1块 register 在，哦，它是不一样，好，那所以我们这边的读就是把 memory 读到 register 就是 R0到任何一个 register，好。 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总共有这3个 instruction，LD1，LD2，LD3。好，那在写的时候，我们是把资料从 register 写到 memory。好，所以大家注意哦，当我们在读 memory 以后写 memory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经过 MAR 跟 MDR， 对不对？哦，那两个 MAR 跟 MDR， 但是当你在读 register 的资料，你不需要经过人家要的，直接资料就从这个 register 挂，直接就读到 L1。好，但是你假如说 memory 读就不是这样呢，就必须要通过人家要的资料，才能够把资料从 memory 读出来。好，这两个是不一样，啊，千万要注意。好，那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第一种 LOA。 最后这种 LD 哦，可以在这里。好，第一个 LD instruction， 它的注意码啊 ，mnemonic 是叫 LD， 然后它的 OP code 是0010，所以只要是这一个嘛，0010的话，那么它这整个 instruction 的格式一定就是这样。 哦，所以电脑只要把这4个前面这4个变15到12这4个变读出来，它就知道说，哦，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LD 的动作。那 LD 的动作是要怎么做？就跟这个动作。好，那电脑在执行就是按照这张图。那怎么样？11到9这3个变，指的就是你要把资料读回来以后。 要放在哪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目标的，给的那些位置。啊，比如说这边假设连一，那就是你从 memory 把资料读进来以后，要放在哪里？放在 R3 这个位置。好，然后后面这个这里9个bit，0到8，8到0，这9个bit代表是什么？offset。那这个 offset 呢，就叫 PC offset。 那这个9代表说总共有几个，所以 PC offset 的9，啊，就代表这是9个变，然后你要把这个值呢，看作是一个 truth complement， 然后把这个 truth complement 这个值呢，把它经过 salary extension， 所以这9个变的是不是在这个里上？对，这8到这里，这9个变，到不然经过一个 salary extension， 你就是把第8个变。 变了8，把它 copy 一次 ，copy 了7次，对不对？它是7个变加9个变，就16个变，所以总共出来就16个变。好，那为什么叫 PC offset？ 因为我这个只是要跟 PC program counter 里面的值相等，所以叫做 PC offset，是针对 PC， 好，这样子。 然后 PC 是16个变，可以把这16个变跟这16个变的相加。
加出来的结果就是你要去 memory 抓那个位置，所以那是 memory 的位置，所以就把加出来的结果送到那样，所以我还是抓 memory 的，没有算出来的结果是200，那就是我要去把位置是200这个机体里面的内容抓住，所以我要把这个200送到那样，所以这时候这里就是机体了，啊。然后当你送到 MAR， 然后这时候这一个电脑呢又发一个信号给记忆体，说读，请你把200这个位置里面的内容读出来，那记忆体就会去读出来，然后把这个内容呢读出来放在哪里，放在 MDR。 好，然后放在 MDR 以后呢，这个电脑再去从 MDR 把资料读出来，然后放在哪里，放在这里，比如说聊 R3， 大家就把这个事情放好，所以总共需要经过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九个边经过三个分析，所以这个 PC 的加起来就是一个步骤，那每一个步骤就需要一个时钟的信号的时钟，所以这里是需要一个卡才能做完这个东西，做完把这一个跟这一个加起来。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需要一个卡，把这个加出来的，比如说200，送到 MAR。好，然后第三个卡，我们就是讲有一个卡，对不对？好，第三个卡，它会从记忆体把这200这个位置里面的内容，比如这内容是98。他就把这98抓出来，放在 MDR， 这第三个卡会把资料从第一换到 MDR， 然后第四个卡再从 MDR 把它搬到 R3。 所以我上次跟各位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卡，这个卡格可以去让这些动作一步一步的，所以第一个卡不做这个，第二个卡不做这个，第三个卡不做这个，第四个卡不做这个，所以他就靠这个卡，什么时候完成这些工作，什么时候完成这些工作，靠这个卡来指挥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解释。啊，而且这个卡一定是在从一变成点那一刹那才做，才做这个工作。啊，其他时间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是说，用这一个电脑呢，或者任何现在的数位系统，都是由这个时钟，时钟的时钟，来让这件事情重复。我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所以这一个指令里面，它至少就是需要四个重复。啊，事实上比较复杂的不止四个，所以现在知道说，哦，我先 card 一个 card cycle 跟一个 instruction cycle 不同，至少就是一个 instruction cycle， 一个 instruction cycle 是四倍的 card cycle， 对不对？你要四个 card 的是什么？啊，所以一个 instruction cycle 等于四个 instruction cycle。换算成的时间是四倍的 clock cycle。 好，这样 OK 吗？好，这样没问题。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啊，这一个我们的 PC 是100，然后这个 PC offset 是100，那现在100加上这个100，结果是不是200？对不对？那200假设我们这个记忆体200的地方是98，放的是98的资料，那经过这一个200，它这边我们就把98抓到 NDR， 然后再来就是 NDR 把这98从 NDR 搬到，假设这个是01搬到，所以当你这个指令执行完了以后 ，R3 就等于98，里面的内容是，这里原来内容是不变，原来内容是500。这500就是这个，就被抓起来。
那其他的 register R0、R1、R2到R4到R7都没有，它的内容没有变动，这样 OK 吗？好，这就是 LD，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 LD 它的执行的过程你一定要知道。好，这样子我下一次考试我会告诉你这个指令做完了以后到底这个结果是什么。好，然后甚至我会告诉你，我会要求你说把这个指令的执行流程画出来给我，各位，这样你才是电脑啊。我们现在要知道，你现在从现在开始你要把它当作你就是游戏的飞机电脑。好，这样你每一个组件到底怎么做的，各位。好，这个非常有助于你下阶级学高阶，还有非常有助于你大二在上初一，还有非常有助于你以后在学电机。好，还有非常有助于你以后，假如你要设置做任何一个数位的电路或数位的系统，好，一定要把你自己模拟成你就是那个机器，然后每一步怎么做，你就知道。啊，你唯有知道每一步怎么做，你才有可能把这个机器设置。好，这是两个。再来，我们介绍 SD。好，为什么 LD 不会不把 LD 跟 LDI 跟 LDI 介绍？我直接就介绍 SD 是写对。为什么？因为 LD 跟 SD 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方向不一样。好，刚刚 LD 是把资料从记忆体移回来，移回到 register。那 SD 刚好相反，把资料从 register 写到这个东西，然后其他一二三四二三的工作。好，都来看 SD， 只是它的OB code 是现在变成零点几，然后这三个壁垒一样 SRC， 刚刚是 DSD， 现在是 SRC， 因为现在写，所以你要把这里面的资料写出去啊，对不对？所以就由 DSD 变成 SRC， 就它的来源，资料来源方面，从这个位置的。好，然后再来 PC offset 的九，一样。好，就我把这九个壁垒抓出来，对不对？这九个变装作经过商业分析就变成十六个币，然后跟我这个 PC 相加，啊，跟这个 PC 相加，它加出来就是我要写的这个资料写到那个记忆体的位置，这算出来就是这个记忆体。好，那我把这个位置放到哪边啊？对不对？然后我把这个 SRC 里面的内容放到哪边啊？然后叫记忆体写到来，写到这一个位置，这叫对。好，所以说假设，然后这里是一把，假设这里是一把 ，PC 里面内容是一把，这里是一把，然后假设这里找 RC 是零一，是 R 三，假设 R 三里面的内容是98，好，那这时候呢，这个指令模组它就把PC 好像是一把就抓出来，然后这个 PC 也是一把，两个加起来就变成两把，那两把就把它放到 SDR 去。所以现在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把假设 SRC 是3，我要把 R3 里面的内容，假设 R3 是98，里面内容98，我现在要把98这个资料把它储存到记忆体的位置是200。好，所以这时候我要把这个 R3 里面的那种98放到这边，然后就算出来是200放到这边，然后呢这个 control unit 就要求这个记忆体写的这个是把98写到200，这里是200，所以之前玩这个指令以后，这个记忆体200里面的内容就是那你这个记忆体里面连的内容可能是500，对不对？这时候之前完成指令，它里面的内容就有500变成写。然后这 R 三里面的内容没有改变，那是被读出来，对不对？所以里面的内容，98还是98。所以这个指令执行完了，你就发现这里的内容是98，这里的内容是98。
了解吗？好，那这个我们叫做 P 新锐的，不管是 LD 还是 AB， 我们叫 P 新锐。为什么？因为它是相对于 PC 的位置。你看，我这边是一把，然后这个 PC 我对的是一把，是我距离相对于 PC 的距离是一把。啊，这个 relative 是相对的，相对于 PC 的位置的距离。所以我们这种电子什么叫做 PC relative 电子？啊，就是我现在进去 P 型里面的位置是到底是多远？啊，这里是在表示我进去的 P 型的位置。好，好，那这个 P 型位置里面的内容是，就是我们每一次 instruction 抓出来以后 P 型的值在哪里，对不对？那这个 P 型的值最终会加一个，所以你的位置呢是根据现在 PC 里面的值是多少，再加上这个值，才是真正的这个记忆值。啊，所以就叫做 PC relative 电子表述。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介绍了三种电子表述。第一种是 immediate， 第二种是 immediate， 第三种是 PC relative。它事实上我们也介绍完这一种。对，有个 DR 是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是从这个地方，对，学校才会这地方。所以至少我们这一章我们已经介绍了 register 的梦、immediate 的梦，还有 PC 的梦。OK 吗？好。好。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indirect addressing 梦。那这个英文一大堆哦，那我就直接用 B 来讲，各位知道 ？I， 假如我这首先后面有一个 I， 就叫做代表 indirect。indirect 的意思就是间接，对不对？间接的，它这种叫间接电子。好，那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解释这个地方。有个 DI， 它的 OB code 是一点。然后呢，再来这三个 bit 的代表 destination， 因为我们既然是 LD， 所以就是要读，对不对？把资料从 memory 读进来，读到哪里？读到这个 destination 的位置。所以这边也是三个 bit， 指定我到底读回来的资料放在哪一个位置？对，好，后面这九个 bit 的一样 ，PC 老师，但是这一个 PC 老师的九。它整个时间过程跟前面我们这个 PC 要设的久不一样，它还多了一层，所以叫做间接电子。好，它多了哪一层？来，我们现在把这个 PC 要设的这九个 bit 抓出来，经过三个 bit 的设置给我 OK， 然后再把这个 PC 里面的内容抓出来，计算的结果得到了值。我们刚刚做 RD、LD 的时候，这个值就是第一题的位置，对不对？现在不是哦，现在这个值读出来，还去到这个位置，把这个位置的第一题里面的内容抓出来，抓出来这个内容才是我要读的那个资料的。了解吗？好，所以我把这个内容抓出来。放在 NDR， 就是 NDR 这个值不是我要的哦，不是我要放在 list 里面的，不是，这个值是我要读的资料的位置，所以我再把这个 NDR 的资料再送到 NDR， 再读一次，它这个才是真正，这时候这个蓝色的资料是我要，真正我要的资料，啊，这个资料要送到 NDR， 再用 NDR 送到，所以你看。就这个你上解，我总共需要六个母亲手，需要六个卡，才可以完成这一个指令。所以第一步是把这九个 bit 跟 PC 的值加起来。第二步，加出来结果送到 NDR。第三步，把这个里面的记忆体的资料抓出来，放在 NDR。
第四步再把这个资料从你第一号提到第二号。好，第五步把这一个资料读出来，放在第一号。第六步从第一号放到。对，所以总共要六个他的上，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个越来越复杂。好，那这个可以，对不对？啊，这越学就越复杂。好，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我们举刚刚说，我们这边是一把，好，这边是一把，然后这机器也是一把，然后呢，这一个一把，再加上一把，是不是两把？对不对？那假设这两把里面放的是98，好，这时候呢，这个98就是我要读的资料的位置，所以这个98就是这个位置，所以我把这个98读出来，这两必要变成98，对不对？再下来经过第四步，这个98就会被放到这个 NVR， 所以 NVR 原来是两把，对不对？读到这个98，现在这98又被放回去 NVR， 所以 NVR 变成98，然后呢，再来第五步去读这个98这个位置里面的资料，假设是50，好，这个50才经过第五步，读到这个。第六步，这个50在这放在这个行上，这 R3 是这个资料，这是90。假如我这边改成 LD， 啊 LD， 001，假如我这边改成001，那同样的这边100100，然后这边怎么208？我改成001的话，这个结果做出来是这里放98。好，但是我改成101，这里放的就是50。当然，这个我们叫做 indirect， 为什么？因为我读出来的这里面第一笔内容，不是我真正要的东西，而是我要的东西的地址，所以这个间接，我真正的这个内容是透过这个。间接嘛，我们叫间接，所以要再透过一层，好，所以这个 memory 怎么是不是被读两次，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 LD 哦， memory 只被读一次，啊，只被读一次，不要读，好，但是 LDI 这个记忆体怎么是被读两次，第一次读出来的是当做位置，再来真正在网上读出来的是。这样 A 吗？这种叫 B 的。好，那有人 LDI， 你就知道有人 SDI， 对不对？好，既然读有间接的，那写上面也有间接，哎，那你就搞。那 SDI 整个程序也都一样。哦，就只有我的 OP code， 刚刚是101，对不对？现在变成101。然后刚刚这里是 DSD， 现在改成是啥？因为现在要写你用到这个 register 要资料要从这个 register 写到 memory 去。好，所以也是一样。好，把这个 PC 啊，这次整个 P 的抓出来，跟 PC 做相交。好，相交出来结果，第二步送到 MIA， 对不对？第三步把这里面的资料抓出来，放到 MIA。第四步再把这个资料放在 NVR， 啊，放在 NVR， 对不对？然后第五步，第五步这个资料把它放到 NVR， 我现在就要把这个资料存进去。好，第六步它才真正叫 memory， 因为地址在这边，内容在这边，啊，这是什么？听得懂吗？好，所以假设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SRC 和 R3 这里面的内容是50，我们现在要把这个50里面的内容把它写到记忆体的98的这个记忆体。好，然后假设这个记忆体这两把里面放的是90，
然后这个就是八跟这个，跟这个茶三里面那个东西，所以这个五十跟这个，然后记住哦，不是背景的背景，是背景的。好，这个我们叫做 STI，interruptible，可以透过这个红色的记忆体，这个红色的记忆体里面存的就是我这个蓝色的记忆体位置，所以我透过这红色的记忆体把我要储存的这个记忆体的位置把它导出来，然后最后再把这个位置取到这个蓝色，所以 STI 也是一样，记忆体必须要被申请。好，刚刚 S D 是主要的，对不对？好，那算出来的位置就是我要的位置。那 S D I 不是，第一次算出来的位置，只是里面放的东西是第二次要放的位置。好，好，这就是。 LDR跟这不一样，这样没问题。好，你现在知道这样就好。所以说这个有什么用？就等到下面的方，我们来在写程式的时候，这方面为什么？好，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interruptible 也有了，对不对？ 五种这一个，expression mode， 一二三四五，我们已经背到四十了。现在把 interval 也加进去，来，好，就剩下最后一个，base。啊，它实际上 base 是我们在上上个礼拜考试的时候有个必要，那个就是背什么的。那实际上这五种，那LDR的电子管五种，那现在所有的电脑几乎。 这五种一定是必备的，啊，它只是在增加一些，但是这五种绝对几乎都是一定会有的，好，好，那我们再介绍，往下介绍。来，最后一个，base，就是我们的LDR，对不对？啊，来，假如在LDR，那既然是前面是LDR，所以你也知道说。 要保持要从memory读到，对，对不对？好，那这个 R 呢？指的就是 base 加上红色，事实上这个 R 指的是base。好，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因为 base 就是这个，这个、R 指的是，啊，就是我指的是指的是base。好，那这个怎么做呢？就是 OP code 是0011，啊。 然后后面这三个键，就是我资料从 memory 读进来的时候，它放在哪个位置？好的，它是这个 destination 的位置。再后面那三个键是base的位置，是哪一个位置？是我当做基底的位置。好，叫 base。然后后面这六个键的就是 offset， 这 offset 是跟谁做 offset？ 刚刚我们是跟 PC 做 offset， 对不对？那现在做 offset 跟这个 base 做 offset， 所以才叫做 base 加上 offset。这个 offset 跟这个 base 的做 offset， 啊，好，那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把六个 bit 抓住了。
做商业设计，所以就把第五个变 copy 事实，六个变成事实，对，好，从这边走。然后这个 base 呢，从这个 register 把这个 register 内容抓出来，只是十六个变，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删掉。那你看，现在是不是针对于这个 base 的做完整理？好，这两个加起来，我们把这两个加起来的地址，就是我要抓的那一个地址，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算出来结果送到 MAR， 好，然后叫地址读，哦，把这个资料读出来，放到 MAR， 然后再通过 MAR 放到 MAR， 所以这个地址也是整理，所以它不是 indirect， 不是 indirect， 好。就是我算出来的地址，就是我要抓的那个资料集。只是这时候我们的 offset 是 base， 而不是 PC。可是它跟至少这个 LDR 跟 LD 差别是差在哪里？差在这一个 base register， 它是这里面的一个。好 ，R 连到 R 7的一个。那我们的 PC offset 的是它是 PC， 对不对？那其他都一样。好，所以第一步就是把这六个 bit 做商业分析，跟这个 base 做上，它得到的结果就是你要抓的资料没有的。好，然后第三步就是把这个资料抓出来放在里面。第四步就是把这个资料放到这个里面。所以我们是一样，需要四个。来完成这个流程。好，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这个 base 是 R4， 对，整个现在对整个现在准是 R3.01， 这是一点。那假设这个 R4 这里面的资料是放一百，那假设这个 offset 的六，这里面的资料。这时候不能放一百，对不对？因为我们这里都是连到你的六个 bit， 六个 bit 里面放放进去。好，那假设我们放这个20就好了。所以这边20，那这里面是100，那100跟20加起来就120。所以意思我要抓，地址是120的，这个地址。那假设这120里面放的是98。好，里面放的是98。哎，这时候我就把98放进去。我好像很喜欢98，不是讲98。好，所以98读出来，那个98是一个形象。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到，哎，120跟R3里面的内容。然后这个废纸的纸里面的内容不会被改变。啊，跟100不会被改变，因为它不被取消。OK 吗？这个我们叫 base offset， 这个就好。好，因为你有 LDR， 你就知道是 SDR， 对不对？好，反方向做一遍就是成本嘛。哎，那你也是。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把加入了 DSC 改成 SR。好，那资料是不是 SR？ 哎，你知道这个。好，所以这个详细的过程都一样。啊，把这六个 bit 抓出来，经过传递分析，这16个 bit 跟这个 base register 里面的内容相加，就是你要写进去的那个地址的位置。好，那这时候就把 SRC， 比如说 R3 里面的内容是98，读出来就写到这里。这里是知道 OK 吗？好，所以假设我们背景是 R4 连上 R7 是 R3 背景里面放100，是吧？这里放20，所以100跟20加起来是120，对。然后这 SRC R3 里面的内容是98，这里98就会放在120，所以这里是98。
还有这里，然后这里面一把这个内容没有正常，然后呢，好，这个就是 A option， 好，这是为什么？然后再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叫 load 干点名字，好，那这一个基本上就叫，你看这个图片。他做的事情很简单，他不是在记忆体里面抓资料，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把它固定在里头 load 跟 store 的这个指令，可是逐一进行出来的。好，所以他没有去记忆体抓。我们刚刚说 LD 跟 store 一定跟记忆体扯上关系，这里没有，这里就是 LEA， 啊，它也是属于 immediate 的一种，因为它的 offset 也在这里。好。那它的 OP code 是111，然后再来这三个 bit 是整数的，啊，然后这个后面这九个 bit 是 offset， 然后它也是跟 PC 做 offset， 所以这个叫 PC offset， 九个 bit， 然后你等一下把这九个 bit 跟 PC 的指标，这个叫 PC， 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怎么样，把这一个九个 bit 做商业的乘积，变成十六个 bit。然后跟 PC 里面的指标加出来结果，直接就放到这个位置。好，那这种指令呢，你在做初始化的时候，比如说我希望我某一个指令它的位置是多少，所以我可以用这个 LEA 这个指令，就把那个地址算对，把那个位置算对。好，这以后我们再说。所以 LEA 他做的事情很简单，啊，只要两步就做完，两个 clock 就做完。第一个 clock 把 PC 跟这个 offset 加，第二个 clock 把结果分布在这里，啊，听 OK 吗？这是 LEA 这个指令，啊，好，来，这样子我们就很好玩，因为是这样，没错。好，我们先不要去 trace 这个程式。好，这个程式我们留在这一个下一次再好好来欣赏这个程式。好，那基本上以后你要写的程式就类似这样。好，你看我们现在每一个就是一个指令，一个指令。所以我现在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指令。好，那这七个指令呢？就被储存在记忆体的记忆体里面。所以你看，连续化啊，第一个指令被放在三连 F 六这个位置，第二个指令被放在三连 F 七这个位置，第三个指令放在三连 F 八，第四个指令三连 F 一啊 ，A 就是十一，好，它必须是十一，所以说按照顺序放下。然后呢，我要执行这个程序哦，我要怎么办呢？当我把这七个指令放在这个记忆体以后，好，然后我就把 PC 放多少？放三点二七。那你会说，哎呦，这谁放的？作业系统，各位现在不能 Windows 九八吗 ？Windows 现在 Windows 多少？啊，现在 Windows 多少？2007啊。好，这是你的作业系统。好，你的作业系统就是把你这个程式放在记忆体的某个地方，然后他知道放的记忆体的第一个位置是三点零，因为他放了，他当然知道，对不对？第一个位置是多少？然后他会把这个第一个位置放到 PC， 我们刚刚 program counter 放到 PC。好，等到他放到 PC， 就没有作业系统了，自然。这个电脑就会去执行三年没有使用，好，所以他就这个电脑，他就从三年没有使用，把这个指令读进来，这我们instruction page塞过，instruction page，我们这个instruction塞过，是不是好几步？对不对？第一步就是instruction page，好，所以他就是把这个instruction从三年没有使用把它抓进来，抓到哪里？抓到 IR。
然后呢，他会把这个三 P C 的值加一，所以当我把这个指令从 P 值抓到 I R 之后 ，P C 也会同时加一，就变成三连在一起，就变成三连在一起。然后他就执行这个指令，执行这个指令要怎么执行？他就看一一一零，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刚说一一零，有个一。所以他就执行完这个指令，执行完这个指令以后呢，他就进入第二个 instruction cycle。那第二个 instruction cycle 是不是第一步就是 instruction fetch？ 怎么？那 instruction fetch 呢？这时候 PG 已经会变成三连没有起，所以他下一个抓进来的指令就是三连没有起。好，他就把这个指令再把它抓进来，放到 IR， 然后 PC 一定会加一。变成三连没有抓，好，然后他就这时候就是解码，零零零一到底做什么？零零零一做的是加了自己，所以他就把这个指令都做完了，做完了以后又回到你刷新 cycle， 你刷新 fetch， 对不对？那这时候 PC 里面放的是三连没有抓，所以他又去抓三连没有抓的指令，就把这个指令抓进去抓到哪样？然后再把 P C 加一，等到这 P C 的时候变成三连没有起。好，然后他就去看看，哦，这个指令要做什么事？然后执行完了以后，又回去instruction cycle的instruction fetch。那这时候你说 P C 里面放的是三连没有起嘛？所以他就说三连没有起这个指令，把它抓进去放到 P C， 哎，放到 I R， 然后 P C 再加一就变成三连没有起。好，然后他就把这个指令都执行完了，又回去引刷新 cycle 里刷新 fetch， 那就抓三连 FA 的这个引刷，抓 IR， 然后三连 FA PC 的加一就变成三连 FA， 然后他就去执行这个指令，执行完了以后又回去引刷新 cycle 里刷新 fetch， 这个 PC 是三连 FB 的，所以他就去抓三连 FB 的这个。把它抓回到 IR 里面去，然后在 PC 加一这边上面，好，然后去执行这个里面，执行完了以后，它又去执行，你刷新翻译，你刷新费，去抓三年没有批的指令，把它抓回来看到没有？好，然后 PC 呢又变成三年 FC， 那你假如这个指令呢，你看通常我们指令一写完，最后一个指令。就会说停止，啊，有这样的指令，啊，放到停止，这一个这个程式就跳动，执行停止那个指令，它就会跳动，它跳到停止，终止，所以直接停止，了解了。所以在执行程式就是这样，我刚刚已经把我当初这样做给你看，好，只是。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指令在执行的详细步骤我没有讲。啊，但是电脑就是在这样的执行。好，那个作业系统呢，你一定要关机，作业系统才会不见。关着作业系统就随时在切过去。你这个程式执行完了，你说再执行下一个指令，它就会执行下一个指令。啊，不，下一个指令。那等到那个程式执行完了以后，就会跳回到作业系统。哦，是这样做的，OK 吗？好，所以各位可以去我们顺便让他进去，看看下一次节目的机会。那你可以。